来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精彩的演出，谢谢。昇平五洲园，姜子牙下山。切换呢？哈，妞妞，对，哎，嚯，啊！姐姐，好哟，真是咱的天童啊！好久，咱就可以白驹归生咯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弹指国定之和，万下连天。到今日，仰奉我最后的幼徒下山，红儿。到后山练功房，唤出你师弟姜子牙进京。姜子牙进京，来了。弟子姜子牙拜见，徒弟，你可知你的岁月几回上山，今年多少呢？师尊，我三十二岁上昆仑，今年已经七十二了。果然坚持，徒弟。我今日要奉你下山，什么呀？师尊，我已经七十二岁了，我无想要入凡尘。
贪图什么荣华富贵，我甘愿跟随师尊在昆仑山学徒吟诗啊。天数既定，机不可失。今日的风尘是难逃杀劫，你即刻下山，待你功成之际，你要上山自尽，我要上山自尽，人也。多谢师父多年的传授，修道拜别，不良该人啊。已经离开昆仑局已久，师爷，你可知你这次下山经历重重波折，但是波折这是你成功之妙，同儿化修昆仑局已久啊。杨子牙，今日师尊命我下山，是我自早父母就相望不加苦归，我才来看破一切相昆仑合法修道，想未到何为天命，什么是我的使命呢？现在要往哪里前去？我可比是一只失林的乌鸟，无一枝可栖，哪里安心？我要哪里安心？哎呀！风尘，我有一个拜哥，也是宋义人呐。踮在雕哥南门外，过去我一个拜哥对我非常的照顾，不如暂时到雕哥来斗护着我的拜哥，日后再做定断，将束官路放进雕哥宋家庄前进呐。
啊，轮我家财万贯。啊，我上界怀念就是有一个拜地，啊，做强相二主家啦。啊，他离开四十年，音信全无。这个无家可归人，起码敢有安定的生活。哎，我来啊，我来啊。老伙伴啊，啊，外口一个老伙仔，讲是你的结拜兄弟啦。讲阿祖强相强子牙，好阿祖回行啦。哦，讲人人教，怪拜你教育啊，大开中门迎接书豪啊。哈哈，拜你啊！啊，那咋久无看？啊，你是哪里为家？啊，是那四十年的寒暑阴晴转无呢？外姑，自从离开你，我搭伫昆仑山拜师，经过经营，听我随来拜姑。既然今仔日下山来，兄弟啊，啊你敢有成家立业？一旦到昆仑山，我就想在昆仑山学徒苦练啦。想袂到被我的师尊来逼下山，哪有成家立业呢？哦，安尼我知，安尼我知。家童啊，内底甲打扫一间的书院。啊，好，我这个拜地居住，拜地啊！啊，明暗我叫恁叔啊，准备酒菜，啊，给你接风洗尘。我有一束台板，吼、哦，啊，你先到书院，行李嘛做一个安顿。来了，来来，对家来，对家来。这边无论安怎，我拢袂当给我这个拜地骨离开啊。阿未娶某，啊！我想到啊，迄马家堡有一个马凤的查某囝，这个马氏今年68岁啊，啊，阁是黄花佳人啦。迄只要马元贵若甲我做伙就万叹。我今仔日万请甲我的拜地啉烧酒，我先来做一个媒人啦，先给我这个拜地娶某哩，安尼兄弟啊，永远在当做伙，好好遐家庭去甲招待啦吼。啊！我准备来去马家堡来找这个马凤元贵呀。手都三拼四拼，真扎大拼起来看啊！我看，这查某囝68啊，还阁是黄花佳人啦！啊，人人咧甲阮家都讲个我老伙仔的某，要气作死，啊，分也分袂出去，收租安尼哭哭叫，啊，都68啊，还阁80外。大家看到嘛，讲起我老气嘞，老气嘞。上山讲我是白牙啊，我都赤白白，无一个盖话哩啦。啊，大一年唔给，两年唔给，我都山讲会变菜过去。不，宋元未到。哦，
我拜托一个看制作人满人啦，啊，都清采一个西部的嘛好啦，罗汉卡嘛好啦，啊，惊着罗手安尼直直害，直直害啦，讲话安尼直直打，直直打，嘿嘛好啦，啊，都假的处理就好啊，唔爱我看你家己插目啦。啊！大金杰送完官书后啊，拿完官，哇！真真真，巧得巧得。送完官这寒天是什么代志？我有一个兄弟拜师学艺啦，啊，今仔日下山来还未娶某，我想讲要介绍两千金。哎哈，我查某囝过两年，要补一个土豆饭钱，还无半点外钱啦。啊，人个啊，董主席呢？严哥，一七十二还未娶哈？我查某囝搞经济的阿个博士，七十二阿个董主席，我查某囝六十八啊，也个是五花八门。今仔日我看安尼啦，你的千金都来借我这个拜地，你想安怎？不能出去，趁天干不出去好啦。他们都跟领钱金讲起来，然这是查某囝，出来就是奶娘。在上独立拜见。好啊，慢慢多去搞那搞自己。他今仔日是恁送一下子的，你就讲阿爹你好。啊，那无普通是哪讲？老爸，你要干嘛？啊，咱老就老啊，要惊着都慢慢多游，快看。人阮是阿伯嫁的五花桂李呢，妈妈十八拢讲你阿伯嫁，人都讲爹那小大啊，查某囡仔那少年人人都介，啊，咱六十八啊，阿伯嫁有啥作用？啊，唔就甲恁送一下问候一下。哎呦，送一下，咱行啥物缘故？我是想讲，要来甲你做一个媒人啦。来到我这个拜地，伊也是董主席。哎呦，伊这个董主席呢吼，是伊无来敢看，伊若来敢看吼，稳当惊袂开开啦。啊，还袂相亲呢？大家是咧相什么亲？啊，都嫁出去就好啊啦。啊，那呢，我只有四两银啦。我甲你聊天，安尼好，你叫我来，我就叫我去吼，啊，我会嫁一寡嫁妆给伊，啊，你尽管放心。啊，那呢，我要转来甲我兄弟联络，准备明仔载现出啊。好，既然安尼，我甲你讲，咱双方面来半路啊，相处就好。啊，我即马随叫桥甲扛出去，啊，你来半路接就好啊。啊，那呢？我先等下准备咯，请了。哎呦，阿弟啊，哪有人甲你请到的？人家拢嘛是新郎那边爱请的。青菜啦，都不能出去多啦。哎，还路啊！叫公叫的公去送家中啊！
为我拜过四十年啦，来到这个所在已经规半工，伊拢无来甲我求好。我看车也毋是我久居之地啦，何必我着伫遮受人冷眼看待呢？哈哈，我转来啊，我转来啊，哈哈。兄弟啊，恭喜恭喜！拜哥，你是去倒位？为怎样才甲官楼接的呢？我甲你讲，内底新衫赶紧换一领，要做墨兵啊，赶紧准备准备，来去路口迎接。接什么？接我弟夫阿公，我甲你娶亲啊呢！拜哥，你来接好多，什么啊？唔是啦。我是叫你离开啊！这是千载难逢天时的良缘呢，真正真合。你七十二岁还未娶，伊六十八啊还未嫁，天下间多加恁一对。紧嘞紧嘞，迄轿已经送来。拜哥，你代志做安尼啊，无要紧啦，妥当个啦。我叫恁叔啊，提一领新的衫互你穿吼，啊，咱准备来去罗啊接轿。拜哥。你啊，行啦！讲啥？七十二岁，搁咧敬敬啥？对我来啊！阿公啊，准备当哥哥拜堂伺候啊！无某讲素为娘啊，甲兄弟啊娶某，翁阿某相像嘛，安尼尔，夫妻对拜。实在真顶对，迄顶对嘛都下嘴啊！今仔日阮兄弟啊娶某，老的用阿婆，咱原来来甲伊对待一下。哎呦，老糊涂！为什么老糊涂？对我来啊！五表还是一表？喂呀，伊是我的结拜大哥。哎呦，我亲我亲，你今日伫迄只吼讲白食白啉，我去啦。你无想看卖哩？后摆那个财产敢会乎你？查某人讲什么？食人鱼依赖别人，更忘人什么财产？对啊，迄只就食伊啊。你拢无听过讲，食食安定啊，趁钱就趁西去啊！哎呦，啊人安尼无十粒存钱哦，迄就真病啦！啊，但你毋着想看卖呢，看有啥物生意通好做无？你讲这种话，如果被我的拜哥啊，是我的阿嫂听到，因当作我是兄弟，一亲的兄弟，嗨！迄嘴唇啊，皮宽台讲讲的尔啦，无影较好啦。人若时间无咧好的时阵哦，你着早起惨啊！哎呦，等着赶紧去想一个办法，安尼敢若知影食，
规工伫咧书房内底，搁啉烧酒，吟诗作对，晓咯？迄个人财产真济，当然会杀你。啊，你有啥物？金钱乃是身外之物。嘿，你若常常咧讲，你着包凄惨的哈。爱想看会当做啥物生意无？我来哦，我来哦。啊，时间够晏了，咱就来去书院，啊，听你吟诗，啊，我哪啉烧酒，啊，这是人生一大享受啊，啊，我上欢喜嘛是安尼。哎，啊，你有啥无满意呢，兄弟？啊，你哪在吐大气？哎呀，无啦，大伯啊，我正讲吼，伫遮食你戏，高兴咯，我来感觉做歹事。哎，啊，你来讲安尼。安尼就伤见我，唉，我是要讲吼，无去趁钱，自食三空，一直甲你依赖嘛，毋是办法。我是想看讲吼，有啥物生意通好做无？会当吼有家己的钱啦。哎，对我你若敢混安尼，啥物家己下甲别人下？啊，如果你若爱我兄弟去做生意，啊无安尼，迄卖啊规厝经的，啊你查某人若讲较用吼，啊无你去下面粉。看下偌济拢摕去卖，啊卖的钱拢给你，啊安尼唔就好啊？哎呦，老伟，这边本钱这上好做，迄别人是五角买一块卖，这拢卖嘞，赶紧来下，你安尼一个好烧酒那是办法。拜姑，伊安那无？哦，对，我都安尼讲啊，你这款会去卖哦，啊我今仔日暂时告别，请了。看袂讲倒来 A 啦，你知影无老的？这 A 拢咱离了，含好一个中道长吼，迄分国干的，你啊加减啊 A 啦，迄加 A 拢加赚的了。你讲这种话，我真是无限感慨，真是愧对着我的拜哥，拜哥啥？兄弟归兄弟啦，是到咱啊钱济哦，咱就免依赖别人啦。迄厝吼起个白大金啦，赶紧来准备。买啊 ！A 嘞，我你去买米粉咯。众三军，两旁苏浩，各号。要行，文官一边安天下，武将提刀，定太平，本盘吴兴王恩惠后，四方大乱，调过每日练兵三六到一批众将官，从练兵就练兵了。Tell me your name.
早起爬到深啊，连卖一文钱都无啦。面粉搭咧大街小巷，一天行十几里路，啊无半人来交关。面粉嘞？哦，有人客来咯。来，面粉卖哩，面粉卖哩。咦，要卖偌济呢？无啦，恁囡仔搬倒去，啊要做一寡吊粉，一文钱就好啊。哈？一文钱？嘿啊！做吊粉一文钱都伤济啊！你咧，爷爸，这也都卖，酒也就卖。遐啦，来，拍开，面粉拍开。恁大家哦，今早哦，会好咧炒饼啦！哟吼！哎呦！啊，无你家财，我甲你买一文钱。啊，若无你今仔日煞拢免卖啊。黄飞虎抄兵，迄马去掼着你的面粉袋啊，咧面粉压到规涂骹。嗯，啊，你咪赶紧拨拨咧。你有看到迄阵阵的风声无？哎，嘘。